大约从汉代开始，中国古人的墓葬中开始出现墓志铭，逝者在尘世间的基本信息得以真实而准确地保留了下来。1000多年前，唐朝泽州刺史李毅去世了，他的生平与政绩也以墓志铭的方式刻录在了石碑之上。不过当时的工匠无法想象得到这方墓碑在1000年后留给人们的意义。经过1000多公里的奔波，一群来自江苏的客人带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激情和期盼来到了洛阳。我们是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那个湖塘镇的古方村，对吧？从2003年开始修这套家谱，对吧？开始就把那个寻根问祖当成一回事，是吧？因为家谱修好了，毕竟祖宗在哪里，葬在哪里，从哪里迁徙过来，都对自己，是吧？对下一代都要有一个交代。车上一共有6人，他们来自江苏常州的同一个家族。此时，洛阳城边一个叫安乐窝村的地方也是热闹非凡。人们从4面8方来到这里，无论男女老幼，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姓氏绍兴。这是绍氏家族一年一度的祭祖活动，活动的礼仪和规制源自家族传统，1000百年来没有变化。绍家祠堂最早建于北宋，祠堂内供奉着绍家先祖北宋著名理学家绍雍。今天绍氏子孙大多居住在安乐窝村，紧挨着祖宗的祠堂，继续着家族的故事。我们村子3700口人，光我们的一家子大概有2000来口人，2000多人吧，大概就这样。我们一家的，这位是我们38代孙，这是39代孙，这是40代，我们都是40代的。参加祭祖仪式的共有7代绍家子孙，近1000多名绍家后裔。哦呼，生居安乐，世若家称，千秋永垂，万载流芳。今生后人，敬先尊祖，承前启后，发扬遗风。祝记者久违。今天的人们或许不了解这种仪式的起源，但他们知道，正是这种古老的仪式延续着家族的传统，而这种传统自这个家族诞生之日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对于今人和古人而言，并没有隔距千年的时空鸿沟，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精神家园。全国各地，包括海外的，各地的绍氏都到安乐祭祖，到这里祭祖。为啥在全国各地都到咱这祭祖？因为他们根在洛阳，他们的祖先在洛阳。和1000多年前一样，李家兄弟的祭文没有任何变化，由李家先祖撰写的祭文成为一种固定的格式。通过家谱代代相传。今天的李家家谱刚刚重新修撰完成，包含了从唐代以来老家谱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家族最新增加的成员。在洛阳文化专家赵根喜的办公室里，李家兄弟看到了祖先李毅墓志铭的拓片。唐古中大夫
在州此事，赠光禄卿工部尚书太子少傅李福君墓志铭并序，这就是李一的墓志铭。墓志铭跟我们的老的家谱出来，家谱也是一模一样，绝对没问题嘛，对吧？这个你们的家谱下面，在李家后人修撰家谱的过程中，李毅墓志铭补充了家族延续中重要的历史信息，让这份李氏家谱成为中国最完整的家谱之一。李毅墓志铭收藏在千堂志斋博物馆，这里藏有大量墓志铭被拓印出版，在这些出版物上，李毅的后人找到了自己祖先的信息。千堂志斋位于新安县铁门镇，是中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也是中国收藏墓志铭最多的地方之一。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张访先生在居所营建了自己的私人花园，并把洛阳一带大量的墓志铭收藏于园中。经过不断补充，千堂志斋已经藏有汉代以来的各种墓志铭2000多方，其中以唐代为最多。在这一方方墓志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族的传承，还有一个王朝的背影。位于洛阳市北的邙山上，安葬着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姓事件就由他而起。公元497年，在迁都洛阳3年后，孝文帝开始了这一巨大工程。虽然身为鲜卑族人，孝文帝拓跋宏崇尚汉文化，在统一中国北方定都洛阳后，孝文帝把117个鲜卑族复姓改为汉姓。这次改姓让许多鲜卑族人，包括孝文帝本人，从此成为了洛阳人。几乎每个月，廖德宏都会来一次洛阳。你还说个要啥呢？下来啊，下来。说个要啥呢？下来，是的对吗？啊，是吧？是的对。哎，你们听得懂吗？廖德宏是来自台湾的客家人，每次到洛阳，他都喜欢用客家话和当地人交流。如今的洛阳，大多数人已无法听懂这种语言，不过廖德宏还是在这条洛阳最古老的街道上继续尝试用客家话和人们交流，因为在他看来，客家话才是最正宗的洛阳话。可以啊，坐的坐的，洛阳人特别会讲客家呢，是讲客家话、客语的，是官话的。以前你老祖宗是讲官话的，对吧？没有听过这种话，没有。要不你怕谁？现在的碗小，以前我们老祖宗那个碗比较大。这个碗是管喝汤的，是这个，这个好吃，好吃了，是不是好吃？廖德宏的认知源于客家人的历史。客家人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系之一，在国内主要聚居在广东、福建、海南等省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客家人又被称为河洛郎，主要由中原河洛一带的汉人大量南迁而下形成的，因为远来是客，也就被称为客家人。中国历史上客家人形成的第一次高峰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当北魏孝文帝统一北方后，在战火中被毁灭了家园的中原百姓开始南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时间持续了100多年。中原的汉人把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结合那里的气候地理环境，形成了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符号。但是尽管背井离乡，这些远迁的人们
还是无法忘记出发时的家乡，无法忘记他们的根在河洛。我把我的子孙，把我的儿子，把我太太，我妈妈，每一个都给他种一棵树，我带他来这边，我都带你到这边来认认养一棵树，将来就我们精神就永远跟中原在一起。洛阳王城公园的大门口有一块客家人立下的石碑，石碑上刻的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根在河洛，却是每一个客家人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我们是河洛人，从这边出去的，将来我们落地生根也应该回到我们的地方来。我说他们是死的了，我小时候的骨头我跟骨腐拿来洛阳来的观念前面在后所在同来葬在这边，把我埋在这边。逐鹿中原，战乱不断的河洛一带人来人往，从唐末到元初，以这里为中心，中国历史上还发生了两次大的人口迁徙。离开的人心系故土，来到的人融入这里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对洛阳这座城市有了这样或那样的牵挂，就不断地南下不断地归来，这样洛阳就成为中华民族积散融合的中心。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大明，他的眼前是一个历尽连年战乱、满目疮痍的巨大帝国。为了恢复经济，大明王朝以人口稠密的山西为起点，将那里的人迁往饱受战乱的地区发展生产，洛阳就是其中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洛阳新店镇徐家营村村民崔聚成已经年过半百，他的祖上是来自山西的移民，如今崔聚成的爱好是收集各种姓氏家谱。这是老家谱的复印下来的，老家谱现在他新家谱他给你，老家谱人家都不给你了，都是比较珍贵的，这是分云头。崔聚成最早接触姓氏家谱源于他想了解自己的家城身世，最终他被姓氏家谱的独特魅力吸引住了。这里比我的还有好多嘞，这是往上一部分这边全部是家谱，总共收集家谱有200多种了，这里部分是一部分，其他屋里边还有一部分。200多本家谱记录了近200多个姓氏的传承演变，几乎每一个姓氏都能追溯到那混沌初开、神秘莫测的上古时代。随着崔聚成不断深入了解，最后他发现，这种姓氏所集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只有洛阳最为丰厚。据统计，当代中国最新的前100个人口大姓中，有78个直接起源于河洛地区。人口最多的300大姓中，源于河洛地区的有171个姓。目前，中国仍在使用的姓氏有10000多个，在洛阳就能找到近1300个。在这片土地上，为何会产生如此多的姓氏呢？位于洛阳老城西关的周公庙，相传是由隋代末年王世充为奉祀周公姬旦而建，亦称元圣庙。在周公庙定鼎堂前，一块刻着追本溯源、根在河洛的石碑，传递着姓氏发源演变的信息。相传皇帝轩辕氏因为诞生在积水之边而得姬姓，这也是周公姬姓的由来。时至今日，
周公后裔已将姬姓演变出98个姓氏。迁唐至斋保留的墓志铭中，许多人的姓氏都追溯到了炎帝、黄帝。炎帝姓姜，黄帝姓姬，这也许就是中华民族姓氏的源头。炎黄二帝主要生活在河洛一带，繁衍出今天的炎黄子孙，众多的姓氏也因为这两位先祖和河洛地区有了密切的关联。通过周初的大分封啊，形势逐渐这个原来姬姓、姜姓两大姓啊，就像越来越繁衍，越来越多，分布到全国各地。因此我们可以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啊，应该是我们华夏姓氏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姬姓和姜姓之后，因为封地得姓，因为官名得姓，因为职业得姓，越来越多的姓氏就这样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孩子的姓氏来自父亲。遗传学理论指出，男性的 Y 染色体会一直在子孙后代身上遗传下去。一个姓氏就包含着一位先祖的染色体基因。当这么多姓氏的发源都指向河洛地区时，在华夏民族这个范围来讲，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承载着河洛先祖的基因遗传，联系着河洛文明的血脉。在洛阳万安山脚下的徐营村，范章打开了他珍藏的范氏家谱。徐营村居住的2000多名村民大多姓范，他们是北宋大文豪范仲淹的后代。徐营村范氏先祖在明代初年从江苏苏州迁移到这里，从此世世代代居住下来，成了洛阳人。到前两天大气这一难，范文正公的后裔啊，年龄最大的是多少代了？现在最大的27代。27代，就是27世。27世，还有比你你才27世，我是28，还有27世啊。最小的是多少世？33世，也有35世。那你说你这个大家族现在是9世同堂。徐营村的9世同堂啊，全国是10世。10世啊。紧挨着徐营村，范仲淹的塑像高高伫立，身后就是范氏宗庙，这是所有范姓后裔拜敬祖宗的地方。宗庙里的纪念碑记录了这个家族姓氏的古往今来。这近处人都到家去拜，远处人来都到祠堂里头给这老人拜拜年。这是一种，这一个是这个家族对这个先人这种思想的信仰，一个这是一种凝聚力啊。范氏宗庙重修于明代，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敬仰范仲淹的生命，看到他位于洛阳万安山下的墓地战乱失修，于是征召范仲淹后人从苏州来到洛阳修庙守墓。守墓人居住在万安山脚下的徐营村，也就有了今天聚村而居的范家后裔。直到现在，来来往往的故事还在发生。在洛阳市公安局户籍处，上世纪50年代初期洛阳的老户籍档案记录了那时的往事。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世世代代居住在此地的洛阳人只有50000多人。1915期间，在洛阳工业建设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的移民陆续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根落户，成为了洛阳人。今天，洛阳城区已有140万人口，无论来到还是离去，这些人和这座城市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座看尽千古兴废式的洛阳城里，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和传奇。他应该在郑少罗高速公路的北边，在范仲淹墓的南边这一片地方。哎，对，他在这一片地方。啊，现在这个名字查不到了，查不上了啊。他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来证明他，但是基本位置可以定下来。万安山是洛阳除了邙山以外另一处大型陵墓区，也是李雪明六兄弟在洛阳寻根问祖的目的地。先祖李毅安葬的具体地点如今已经无法探寻，能够确认的只是大致的方位。面对着万安山，李家兄弟按照家传仪式搭起了祭台。搞这的时候，你们干，我们这个六个人一行到来到河南洛阳，代表了在常州地区现在生活的李氏上子孙近20万人。从公元884年开始，来到江苏常州的李家先祖代代相传，繁衍至今已有20万人。江苏省常州市湖景古坊东站四德堂，历经1000多年，相隔1000多公里，20多万李毅后人，无论身在常州还是其他地方，他们最根本的牵挂就在洛阳万安山脚下的这片土地之中。每年的这一时刻，洛阳的官吏都要举行祭祀武圣关羽的大典，廖德宏就是官吏大典的主祭师。廖德宏的礼仪动作虔诚而又饱含着情感，这是客家人对自己家乡的解读和尊重。自1994年至今，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已成功举办了10多届。大典仪式按照古代朝圣祭祀活动进行，再现了昔日皇帝派遣官员祭祀关林的场景。每年这个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聚集在洛阳关林，除了拜祭关公，他们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寻根问祖，因为根系河洛是这些人共同的情感。中国人呢，他是从这个地方往外延伸的，所以我们大概在我们像台湾来讲，为什么叫做河洛人？台湾人叫做河洛人，那河洛人并不是胡老人，他是河洛人。无论流向哪里，水都有自己的源头；无论走到哪里，人都有自己的根。5000年前，当河洛这片土地被文明的曙光唤醒后，姓氏就成为先祖们赐予子孙的永不遗失的密码，更成为维系每一个家族血脉根源的纽带。公元494年，龙门山上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声音，无数工匠开始雕凿龙门石窟，凿石的声音就这样延续了400余年之久。石窟中的佛像随着朝代的更迭改变着面貌，也让今天人们得以探究佛教在中国的演化史。请收看《天地洛阳》第6集《山水龙门》。